怎么把小狗骗出来呀？ Let's go。 对喽，走吧，走。等等等等等，我穿鞋，我穿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穿鞋子啊，跟带孩子似的。不是他遛我，是哦哦，不能看，不能看，不是我遛他，是他遛我。这拿了个小袋子，天哪，他真的好聪明，他知道哪个是他家。出门啦，我要去家。哦，哇，我刚刚脚下踩了一块冰，我差点滑倒。我现在要去一家蛋糕店。如果说晚上我比较扛冻的话，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那边的最大的一棵圣诞树，但是因为之前不是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吗？不过不是在晚上，所以我尽量吧。